你看哦，一下反瓜太脆的规矩，所以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南瓜。It's pumpkin season. Yeah. Oh, that's right. 你看，真的，一个抽影懂贴贴了。哎呀，哇，对，what is this？这个 watermelon。 Watermelon，maybe，好特别哦，我看到了，哇，好特别。I think maybe it's combo， 他们应该是南瓜界的混血儿。I think so too， 很特别。你看，隔片，隔片反瓜没嘿，可以一条一条哎，它一条一条的。 What is this？ 反瓜 ，pumpkin， 反瓜，哇，你看那个最大颗的，哇，这个最大颗的，哇。 哇，你太高了！哇，很大颗哎，我这个包起来应该有这么大哦。是是是啊，哇，那一个人一定吃不完。嗯，这 two four， 你看前面那边也有。哇，哇，暗虫，一条的。This place is so special. 嗯，哎，都是毛孔哥暗度偷你的南瓜哦。啊，暗度偷你的反瓜毛孔哥。啊，你 right。全部都毛孔哥，你看，像西瓜哎。 那个葱虫的反瓜哦，我帮你特别找了一位反瓜的达人陈大哥。哇，大哥，这位哦，哎，反瓜达人，大哥你好，大哥是三牛。哎，你好，哎，谢谢，今天特别不容啊。哎，泰哥，坤都鸦片有暗度毛孔给反瓜哦，因为它收黑反瓜太出的季节呢。对，鸦反瓜，哎，目前正太出的时间。啊，大哥说，现在是反瓜就是南瓜最盛产的季节啊。真的啊，哇。 Let's pick the big ones and the sweet ones. Yeah，你们来提供，好像在美国有些南瓜不是特别拿来食用，可能拿来观赏啊，或者有些是装饰。那这边的都是观赏用的吗？还是说要全部都在食用哎？全部都在吃的，这边都可以吃哎。For eating, that's great news. 真的耶，好棒哦！是不是？因为也讲大家用金丝花鸭饭馆开始的时间，所以我带你去炸鸡鸭面转的。 哦，好，谢谢，走走走。It's pumpkin season， 毛唔通啊，也许反瓜太出的季节，全当季的食材做料理就错了啦。等等要请教老板如何挑选好南瓜。